等一下我在，哎呀，为什么我的眼睛这么大？对啊，我的也是，我眼睛好大。最近刚开始打开都会这样子啊，我没有动它。等一下，我要重调一下。而且我字怎么变这么小啊？我不能接受哎。嗨，大家，这字要怎么放？我现在手持着镜头。哎、哦欸，这字有没有那么小啊？为什么我最近？为什么我字那么小？我最近，你看我展开就变超大。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吗？没有啊，你看这很小哎、欸。可是我每次会展开。不是你收起，你收起来。你看你的字体还是比我大，没有，因为我调过。那要怎么调？你现在不能调，可恶！你脸好小、哦，是不是你比较远？对啊，我近一点。哎、欸，谢谢。那什么，告白气球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近一点。放着，放着。可以。嗨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双播模式，双开。我口红怎么那么红？我字好小，我看不到。感觉他们随时会掉下去。不会，他们要取得一个微妙的平衡。你这样不行啦。你先拿着，我扶着，对。哎，我这样看不到自己长什么样子哎、欸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全部都长出来。这样子，我常常这样，就是有时候确定一下是不是漂亮。哎、欸，直接，那你好好去就好。哦、第一次直播。Hello，Hello， 今天双主播。对，今天是双主播。对，嗨大家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手很大。我调一下。不是我刚，我也要偷修。不是我刚刚重新下载。这是丁彻璇的樱花花束。我刚刚重新下载，所以它的数据很多都一样。那我也要瘦脸。你怎么有小脸的感觉？我没有，我本来脸就很小。我其实没看很大。嗨，我今天有很高清的感觉吗？这边光很好，这样连播就不会没声音了。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。我们是真实的联播，不是云联播。谢谢健全的真情告白。安安，希望你们头没有，也是没有很晕，因为我手持着镜头。因为他忘记充电了。对。Hello。更新过都是高清，我有更新吗？但感觉很高清。我刚刚重新下载过。他可能自己更新。我觉得他有做一些微调整。嗨，大家。你很大声，因为我要讲。嗨，大家，我要讲重要的事情。好好好，大家记得明天中午12点要买工程师的新周边，记得吗？记得明天中午12点要买我工程师的新周边，是毛巾组。好，毛巾组，大家记得买，大家买起来。还有徽章哦。对，还要附徽章哦。分批更新。12点，没错，12点开始预购在工程师的官方商城那边。谢谢郑辉的红玫瑰气球。你不觉得我们这样很像？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去参加浪的活动嘛，然后就是大家，我啊、你们见过？我跟你好，那我跟你说这个故事，就是我们之前去参加浪的活动，然后现场就全部人都在开直播，就是边看边开直播。我知道，我就觉得我们真的很像那个感觉，对，一定买，谢谢阿轩，对。哎、欸，你这样都看不到我在看我自己啊，因为没有人讲话，自恋。不行，我要随时保持美丽啊！你很自恋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勇哥怎么在这？不行哎、欸，他双开不行哦。勇哥要来这边吧？勇哥都在啦，你不要在这边抓人好不好？我在里面抓人。好，哎、欸，你抓幻影战士，你抓。好好笑，勇哥去坐台。对啊，勇哥怎么去坐台？哈喽，司徒，哈喽，普拉，好烦，晚安大家，大家周末。隔壁是谁？隔壁是李彩杰，嗨，是19岁，我的忘年之交，忘年之交，对对对，19岁，跟我差快10岁的妹妹，年轻妹妹，对，貌美如花，青春洋溢，青春有你 ，Hello 伟伟 ，Hoing 说隔壁比较香，那你去隔壁啊，把你腿踢到隔壁，哦，谢谢 Purple 的萌新会员票，请不要乱抓，谁叫我一看过去就看到勇哥在那儿。旁边是谁？谢谢好好樱花花束，是我，是陈思雅，韩流，谢谢樱花花束，他是谁？他是小六，打传说没有打传说，我们现在手机在，我手机在直播，没办法打传说，那我先好想打，等下再充电，你确定吗？这个电量，好，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，我们这样不能唱歌，怎么办？我们一起合唱，一定是你说空唱，你说没有伴奏的空唱吗？唐突开播，你只能唐突先跑了。你哪次没跑 ？Hello， 阿龙，你哪次在？再来就是又有一批人进来，我要再讲一次，就是明天中午12点可以开始预购我的那个
应援毛巾组在工程师的官方商城，官方商城，对，我很久没有出周边商品了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，谢谢阿轩的义客，连环效应 sorry 连环效应耶，你不可以随便乱对，因为我直播的时候都要一直滑留言，你不用，我不用啊， 我眼速很快，我看得到，最近距离的联播，对，我看一下， OK OK， 韩韩的应援毛巾居然预购，请韩韩没有预援毛巾，你们可以预言毛巾，好会讲话，好会讲话哦，预言毛巾，韩韩没有应援毛巾，你们可以一起帮他出一个，你们可以用集资的，好，对对对，谢谢你们，毕竟送得到新加坡，没错，新加坡的大家没有理由哦，请买起来，谢谢，周伟，谢谢，单独镜头有啊，有啊。有啊，你不要我是不是？要是他们不要，我要你啊！哦，怎么那么好？怎样啦？笑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直看？就是自己。我跟你讲 ，Horace 的。好了啦，我要确认一下我有没有在一个漂亮的状态。我直播的时候一直这样，你彩姐一直在看自己长什么样。谢谢。我每次不要笑了，我每次滑就是眼睛撇过去就看到你彩姐又滑右边，然后看自己长什么样子。我想，不行，我要看大家留言了，我不用看自己长什么样子。谢谢。Hello， 草莓酱，好。不是麦吉是搜吗？谢谢瑞龙姻缘榜。OK。已经过十分钟了，好快！我们你看两个人就是很快，因为笑点一直笑点真的很烂。我笑点很烂吗？谢谢康妮的萌新会员票。我只是想说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乎，就不太在乎，可能我就是很随便很放纵，对对对，不太在乎自己好不好看。我只有今天比较正常一点。你说你以前都长得很丑，我其他时候直播的时候很随便，很酷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很丑。你要我直接这样子讲出来也不是。现在年轻人用酷来形容丑这件事。只有我。oh, okay. 你不要把我的那个 OK 我的习惯。喜得最爱娜娜 ，Hello， 晚安。大家有看我刚刚的贴文吗？对，他今天修了很久的贴文，对啊、大家要支持一下。我用了两台相机。哲伟说你很性感。谢谢。来我这边。去他那边说啊，贴文可爱。我口红会不会太红啊？感觉好像，跟我比的话有一点红。对啊，我这好像换你。那我帮你开，等一下。这么大意。嗨，大家，我照顾一下陈夏。今天是去拍什么？吃饭。吃饭。今天是吃饭。对。伟阳的剪，对，这是伟阳的剪。他们也太厉害了吧！竟然记得衣服，我都不记得。因为他们印象深刻吧，露很多，他们都印象深刻。他们喜欢这类型的。对对对。你今天还有戴珍珠项链。对啊，很漂亮吧？又把榴莲花。你不要笑了，你感觉说，你感觉说，对啊，很漂亮吧？然后就把榴莲花掉，然后开始看自己的脸。欣赏一下，真的很自恋，你不要把我都讲出去好不好？乐天确定进挑战赛，乐天赢了，恭喜我妹要加班。那个 Prada 包包不是我的，是阿贝桑的，他成就了我的穿搭照片，对对。阿乐富仔，怎么现在狂笑？真的很可爱，就很好笑啊！今天刘海状态很糟糕哎。我他说我大笑很有感染力，你没有感染到啊？谢谢，你嘲笑的是我，我不会感染。我没有嘲笑，谢谢我没有嘲笑你。火箭宝盒，乐天达统一，确定乐天达统一了。今天的比赛好像也蛮精彩的，有点焦灼。要把留言划掉，专心看你，这样我要保持美丽。乐天，所以乐天跟，所以我是还是有一点点机会可以跟我妹在季后赛见面的，对。9-11，乐天胜，好可怕、哦！我们今天播一，我们今天播一，那一个小时半你会说什么？1.5，你会说什么？一个小时半太长了吧？不会，我都不会先讲，我都最后才讲。真的、哦，他们会问我、啊，他们每次都问我，我就会猫来了，猫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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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会
一个看怪人的脸在看我。马奥，马奥，他跑了，他跑了。马奥，你看啊，马奥，马奥，马奥啊！我已经给他卡痰了啊！马奥，他跑走了啦！他就觉得我们很怪呢。我马奥，大家知道马奥的故事吗？大家知道吗？有些人不知道吧？你解释一下，你再讲一次给我听。马奥就是。叫猫咪过来的，就是猫语。听说的猫，听说猫语的马奥是过来的意思。对，那为什么它只会过来，就不会讲其他？可能其他比较难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在网络上看到的，我本来还不没有那么会讲，我高中同学比较会讲，我现在很会。有，你有给我，你有给我看他的那个他的马奥，他学的马奥马奥。那马奥有叫到那个，有叫到猫，有叫到猫的心坎里。对啊，谢谢。亲爱的告白，又在会员票，今天很漂亮哦。今天光也很好啊，榜一加油！好加油，今天 OK 啊。这样对我家的猫，可能你家的猫已经习惯了。可是我家猫都不理我，他说他家猫听不懂他的马奥，那他的马奥不够厉害。那这个是谁？就第一个发现这件事情，我怎么知道？就网络上一直传吼，我说太爱追根究底。对啊，你很爱追根究底，你是爱迪生。我是什么爱迪生？爱迪生小迪生的意思。我是一个求知小迪的粉丝，叫爱迪生迪化街啊，什么就是他们好像会说哦，就不是说很正式，但是好像会迪化街有一点说这个对对，年度第一没拿总冠军，嗯，这我也不知道，未来的事很难说，我们就是一场一场全力拼尽，好不好？谢谢阿轩的会员票，谢谢王基果果的快乐星球。谢金宇宙的香槟。这首科学根据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猫语啊。我觉得猫真的有反应。我觉得这种东西不会有科学根据。对，为什么要有科学根据？谢谢飞镖宇宙的，谢谢金宇宙的香槟。看我的戒指，我看你的戒指。谢谢飞镖的有彩虹票。他说只是猫听到人类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好奇走过来而已。可是你出去。可是你他推翻我的那个。那谁发明？所以是某一个人随便讲了一个。马奥，然后就突然流行起来，那我们也可以自己发明。好，那你现在发明一个，你的笑声。get up， get up， 请你真的 get up。今天很赚吧？ get up。哪部分？你说哪部分很赚？你说你们很赚，还是我很赚？你们很赚吧？你们是看到两个人要赚爆哎！猫猫翻译 ，Hello 杀手剧 ，Hello 小薰，明天记得买毛巾，记得买毛巾的。每十分钟要提醒大家一次。好，中午12点。我每15分钟提醒大家一次。你很棒。一次上两个超酸。对啊，微卢晚安。Get up, get up, get up. Hello， 小兵，谢谢阿轩的钟情玫瑰。大家再去看一次我的贴文。贴文。今天拍的很好，今天拍的，我刚刚一直疯狂在赞叹陈思雅的相机。对，我想，哎，你手机没电？厉害，还没啦，等他跑那个。红色的说，你很就是超他，你很超你的手机。对啊，反正我要换手机。那你不怕他自己跳掉吗？我昨天才发生过这件事。对啊，我昨天播到最后2分钟的时候跳掉，那很不爽哎。然后我就放烟火，赶快。谢谢憨憨的梦幻烟火，终于不是限量，谢谢而是预购。对，这是没有开到灯，所以呢，谢谢你们只要有预购就可以买，就不会有买不到的问题。谢谢看看是要加粉丝团，不是粉丝团，加 DC 群了吗？在真的喊的美貌，按了爱心可以再多按几次吗？按两次就是收回，所以你要按奇数，一次、三次、五次。IG 吗？对啊 ，IG 可以一直按，还是说现实动态 ？IG 一直按就是不会取消啊，真的？他一直按就是不会取消我啊？为什么要重复两遍？就是 IG 你一直按，他不会取消。就是点照片的话，不是点两下可以按照吗？可是你一直按就会有一直按照爱心哦，点爱心的那个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请问涵涵有没有想参加啦啦队？他目前他要先专心读书，我帮他回答。他现在先给我专心读书，对对。怎么跳忘记了？容光乍现，容光。为什么你会这首？你教我的，你教我开锁。开开开来开。可以了，龙光乍现，先哪一首？李彩杰，先左手。可以了，龙光乍现，李彩杰。为什么是我？我不知道。陈思雅，龙光乍现。对，他是有兽医研究动物语言，跳了足足10分钟。对啊，呛死曲就是会这样，很累。我跟你说，跳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先不要背，这边会很酸，
这边就是哇，要长腹肌了。不是不是，就是会有一种，你知道有一种累是就是跑步跑一跑，然后你突然就是会，我知道，就是就是这里抽筋，对，那就是这种有点这种累法，对，嗯。我说浪 life 什么时候出一个缩鼻翼的特效？我一直在等嘞、欸。我觉得他不会出。你看我的鼻子，没有人有这个，没有人想要缩鼻翼吧？很多人好不好？大家修图都会缩鼻翼，不是只有我。OK， 你的吞咽声很大、欸，你自己有发现吗？我没有发现，我吞咽声真的很大吗？我再吞一次。女性的也很大声，我吞了。等下你吞了，你的应该也很大声。我现在没有办法，我现在没有办法。等下，那怎么控制吞咽声呢、啊？不行，你吞啊，你吞啊，你快点吞啊！你吞，你在那边给我偷笑，你有吞吗？你不要给我拖台前哦。你看他主人说你有藕包，你嚼的声音也很大，好不好？你咬料的声音也很大，你在那边。我再给你。嗯，所以你刚好吞吗？我有吞啦，只是你咬东西的声音很大。我只说，我刚一直笑到没有办法吞。为什么我吞很大声啊 ？Hello， 阿豪。我声音吗？没有吧。我再吞一次。怎么样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一点点。为什么阿妹她要在听星火？她喜欢星火。Hello， 冷品君，我不会喷出来。Hello， 小梁，晚安。谢谢后影的玫瑰。我没有滴在地上。没有，我们没有。Hello， 樱桃猫。居然会登场，什么意思？星火，星火，不容易爆笑，真的。而且我上次我一直关注到人家的吞咽声，因为上次有一次林雨欣在喝东西的时候，他的吞咽声也大，我就说你怎么吞那么大声？他说有吗？等一下，可是这是因为现在很安静，还是平常就？那你现在在吞？我们应该要怎么样？有吗？再次，我喝很小口，我看我肚子在叫。我没吃晚餐，我没有。可是我们刚刚吃很多东西。我再一次，因为在礼拜六开直播吗？网络比较好，你的网络比较好吗？你有听到吗？今天是礼拜天哎、欸哦，我刚没有认真的听。不吞了，不吞了。没事，你看 ，Hello 泳池，你刚刚吞太大声了。是要做效果，我没有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你干嘛？我没在做效果。谢谢 Ray 的随机人气票。现在讲好 rich 哦，我看现在 rich， 你看又有了。谢谢 Ray 的随机人气票。旁边是谁？旁边是李彩杰，他也是以前 AKB48 的成员，他现在是一个大学生。大学生，大学生。谢谢 Ray 的随机人气票。Apple， 哎 ，Horse。我想要我们昨天去， Cap、我们昨天跟王星吃饭嘛，然后王星老公是香港人嘛，嗯、然后雷猴啊，然后王星老公就跟我们说，哎，在那个香港乐天女孩就是很红嘛，然后大家都很喜欢蓝蓝、嗯，然后他就说。谢谢阿豪带我去流浪，谢谢阿豪带我去流浪。然后他就说，香港人都叫蓝蓝，嗯，就是那个尾音都上蓝蓝，还是本来广东话就是蓝蓝，蓝蓝。是吗？哎，他是林香比较多，真假的？那大家的那个数据不一样哎，因为他是跟我说，哎，哦，他是跟我说蓝蓝很红。对，蓝蓝，你看后面说他喜欢蓝蓝，蓝蓝，蓝蓝很红。对，你们喜欢蓝蓝还是林香？林香，我在这边猜测大家都喜欢林香。我这边的人的话，你这边的人，你是一有所指，你跟林香是同类型吗？没有，我哪有身材那么好？我没有身材那么好啦。好好笑，支持蓝蓝，你看 Gordon 支持蓝蓝。Hello， 恩豪，阿轩说他只支持我，太棒了，谢谢阿轩。粤语根本不是这样念，不是啊，他们不是念他的粤语，蓝蓝。他们是练他的，他们我也觉得是林香比较多。你看，是林香，香港人，真香，真的，所以其实还是林香比较多。这边比较喜欢诗雅。南非话，你们在广东话等于南哦，南暖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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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低一点，暖暖，暖暖，好难。郑辉 ，Hello， 真是的 ，Hello， 硕婷。
我一直在想我要找时间去香港玩。对，我也想去香港。对啊，你就在那边没事，你就在那边考试。我喜欢吃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冰火菠萝。我也喜欢冰火菠萝，我还喜欢猪仔包。Hello， 听懂？猪仔包是什么？猪仔包就是有点像法国面包，然后切一块，然后法国面包它会沾一个很像那是什么酱啊？有点像炼乳的酱。哎、欸，你没有在听我？有，我有在听。我在听，我回一下，我回一下。今天喝芒果高山。我在认真跟你说猪仔包。好。对，我就是想说，我就是一直在叫我妹，就是她要不要延长一下那个机票的事，就是她自己晚一点回来，然后我过去找她这样子。我就希望可以这样。我们叫奶油猪，真的、哦、奶油猪。你跟石原好像，我是她的双胞胎姐姐呀、啊。那我跟诗雅有像吗？当然不像，我不是她认的妹妹。是啦，但你不像我，对，可以去找小青。对，我还有问刘晓青说你有没有空，他们说我要认真听长辈说。对啊，哈什么？对啊，前辈可以，长先不用，长辈先不用。对，就加炼乳，超好吃，我跟你说。可是大概吃一个就会觉得有一点腻。奶油猪是猪吗？不是，它我不知道什么，它跟猪完全没关系，但是它就叫猪，所以它是猪仔包。对，它就是法国面包加炼乳，超级好吃。那时候吃了一个惊为天人，但我是在台湾吃的，我觉得在香港应该更好吃。后面猫是烤的脆的吗？就很脆，很脆，蛮脆的、嗯。不要叫普通，是哦。那我要怎么叫？香港的东西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我也蛮喜欢香港的东西。我喜欢港式饮茶。你、就是、说冰火菠萝？我应该每天，对，我应该每天吃一个。Hello， 小薰，你明天去吃，你明天去吃，然后介绍给我们看。哎，你们赶快推荐一下好吃的店啊。你们明天要去香港哦？他香港人。哦。谢谢硕婷的干菇。我想说机动性那么高，正统法国面包是不是很硬？超硬！我跟你说，就是我们就是会担心咀嚼自己的咀嚼肌很大，所以我们就是平常就我啦，我会不太喜欢吃咬很费力的东西。但李彩姐是喝饮料一定要加料的，她没有在 care 她的咀嚼肌，完全没有在 care。对，但我觉得法国面包吃了咀嚼肌也会变很大，嗯、因为它就是要首先你要先张很大的口的嘴巴，然后咬，然后所以它是半条，对，它会切，半条切一半，半条直接、没有。我不知道了，我吃的那一间是这样子、哦，我不知道可能有很多形式。对，那在台湾是第一次叫奶油猪、欸。你有想去港迪吗？港迪有，我想去。哎、欸，香港迪士尼的门票是很贵的吗？我有点没有概念。有差吗？不是都均一价、哦？是不是？不、欸、不是均一价吧？好想去哦！但是你看，侯颖说很贵，什么很贵？门票啊！你看小玉也说很贵，这边都香港人，是不是也要个三四千台币、啊？为什么粉丝香港人的含量好高哦？雷猴啊，我雷猴，因为我就是恭黑雷，很棒，我就是香港人的菜。黑凤嘞，我也有很多香港粉丝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会唱《海阔天空》，我也会啊。你会唱？我会唱《黑凤嘞》。你只会《黑凤嘞》。那山羊动人，是心肝美人。你都去香港了，差一点点没唱。对了，我是想说，我都去香港，我好像应该去一下。但是香港迪士尼跟日本迪士尼有什么不一样？香港迪士尼是比较小，是比较小。而且我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在谈，然后我做功课，我才发现，就是香港机场好像离市区也蛮远的，因为我那时候有查到一个班机是凌晨到香港，然后我就在想说，哎、如果我凌晨到香港要怎么办？我有没有地方去？然后我们就问那个王欣的老公嘛，他说哇，那可能不太建议，因为如果你要坐计程车，计程车超贵，你坐到市中心可能要1000多块以上，超级贵，所以你可能就要等地铁，对。哦、oh, ，Ray 说不一样的就是讲中文。哦哦哦，对啊，哎、，SCS 说烟火比日本好看哎、欸，真假的？真假？对，凌晨2点那一班，没错没错，就是那一班。香港好像是香港航空的。会唱极速吗？你会唱极速吗？我会唱极速的其中一句是甘来，穿插一句就是我、哦、不会甘来飙台、啊，我连极速是什么都没听过。极速是谁的？极速什么狂飙？我不会唱。因为我爸很爱唱、哦、原来是你爸、啊、你爸很像会唱香港歌的人，我爸声音很低，2500台币，你说香港的那叫什么迪士尼门票吗？哈
Hello， 张无忌。头摇右尾巴。什么头摇右尾巴？不知道。听小迪说，香港迪士尼烟火比较好看。其实我从来没有在日本看过烟火、欸、因为，哎、欸，对，我也没有，因为每次去都太冷了，我每次都撑不到最后。你居然是因为冷哦？就是太冷，然后走了很多路，然后脚很酸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现在就要回家，就是很痛苦。不行，所以你们上次没有看？没有看。啊，非常没有，哎、欸，你们不是有看游行吗？我们有看游行，可是我们没有看晚上。烟火不是比较哦，哎、欸，我们就看白天的游行，我就没有都没有搭，所以我没有真正的看过迪士尼的烟火、啊，有点可惜。但我觉得玩一天下来其实会很累，因为我们不是都会早上七八点就想要很快进去，然后开始玩嘛。那、你等于说你从七八点开始要玩到晚上七点，是后影的爱心，你等于玩了一整天呢。哦，对啊，是啦。对，但我上次没看到烟花，难过。真的、哦？你是第一次去？不是，哎、欸，在第三嘛。我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，那时候好像还有住，哎、我住到饭店。哎、欸，人平均说你上次是挑人家放烟火的时候去买糖果，是吗？才不是，好不好？他那时候没有烟火啊、哦，他就是他写一段时间，好像四月到几月忘记暂停了、就是没有烟火，所以本来就没有放。嗯，然后游行有一点点那种小烟火。对，而已，这是韩寒吗？是韩寒，嗨，谢谢。对我被分类在拉拉队了，机票没错。Hello 玉安 ，Hello 志伟啊，讲到拉拉队，我又要再宣传一次。对，我刚本来有想起来，但是你讲话到一半， okay. 你没有打断。明天中午12点，请大家记得去工程师买我的应援毛巾组。应援毛巾组算是我拉拉队生涯第一个周边，大家不可以错过吧？错过了就打屁股。韩寒未来会加入拉拉队吗？我会帮他好好评估，对啊，大家怎么？但我觉得他先不要，我希望他可以往我会读书的，对学生那方面走，对，他有未来的志向要实现。你们可以先看我的直播，跟我的 IG 有很多漂亮的照片、哦。对，没错，感觉会抢不到，不会负载，它是预购制，所以说你只要有预购，就是一定就有，对，就是你预购多少，他就做多少货。赶快去预购，对，九蛋说可以被打，那我不买。九蛋，九蛋有什么？他好奇怪，九蛋是抖 M， 他很那我不打，我不打抖 M。为什么要在你这边问他？嗯，他可能不知道韩寒的直播台怎么路怎么走。好吧，没关系。迷路 ，That's OK。还是他想说我是你的经纪人？ Okay. 可能哦，因为你是那个十元体系，对，我是十元体系，所以我是那个旗下的。对，你是十元旗下的直播大主播，十元旗下的艺人。謝謝，而且可以多买几组，没错，你有的这个计划很对，嗯，可以多买几组。但是乐天的预购不是这样，真假？还有别的东西，还有别的预购吗？可是预购这个词不就是这样？对啊，还有什么预购吗？预购会预购都没有。对，我不太懂预购这个词，还有什么其他解释方法、欸？嗯，是全部成员都有的吗？什么？你还想买谁？你怎么敢在我这边问这种话？没有，只有出我的。对，他是十元家族，韩寒也是十元家族的艺人。而且我记得，哎、欸，你不是说，哦、你不是跟我说，哎、欸，你的送礼规范是什么？对啊，我还偷要这样子，然后要准备 copy 我的十元家族送礼规范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没有，我没有、欸，我没有任何送礼，一点规范都没有，对对对，一点规范都没有，大家不会送危险东西啊、哦。想顺便买一下其他，很棒。那好影祖祖也会有，祖祖也会有，你也可以买祖祖的，很棒，可以。没有，我们这个毛巾组有附很多其他东西的，谢谢大同美。对对对，还有附什么徽章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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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 么, 什 么, 什 么, 什么的，对，对。Hello 阿坚 ，Hello 雷猴，教我讲广东话。可以买玲玲吗？当然不行啊！你想被我揍姐姐啊？你们都想被我揍，所以不用。是十元的姐姐。对，我是十元的姐姐。Hello， 你好，谁啊？信号不好。Hi、Hello， 哎，你没在充电，你很猛，你不怕它自己关机哦？不会啦。我想现在应该还有四级，你很猛，还有十五，好猛，他有烫哦，所以你不怕充电吗？怎么办？有人要帮我决定我到底要买15还是买14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我个人觉得买新不买旧，所以一定是买15。可15的镜头很丑，就是拍起来很丑嘛。上次看你，好像在骂人。上次看你妹买看拍的时候，可是。那是因为它很清楚才会这样吧，可它颜色很灰，
哦，你说它的色调，可是那不是可以调吗？就是冷色调、暖色调是可以调。好，那我买15。当然是买15。要 Pro 吗？可 Pro 那个镜头会一直跳。对，会一直跳。怎么办？啊，人品君说他觉得奇数的比偶数好，就是。这个也是果粉会一直吵的事情，就是大家都会说哦，奇数代的比较好，数一代更新，然后对，像是14、12就是偶数代，然后13、15就叫奇数代、哦，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偶数代都比较好，哦、有些人会觉得奇数代比较好，对。看、哦、我手机好可怜。对啊，对崔站长，而且我每次都不敢把我的手机举起来，因为我的手机真的很可怜。为什么？就是我拿起来，然后人家看到我的手机，我怎么了？我很像是，就是你很像你的那个线，对。你很像就死不换手，而且我是有强迫症的人，我就会看到那个就会很阿杂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决定。那你怎么可以撑这么久？我没有办法决定我到底要买什么手机。他说不要买15 Pro 也可以，就是买15 Pro， 不 Pr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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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o， 好了 Pro 也可以吧？我觉得可以。谢谢 Yamaha。其实我觉得两颗镜头也可以啦，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差，三颗跟两颗还是有一点点差。可三颗镜头会一直跳吗？很烦吗？有一点烦。只有在这个只有在跳的时候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做决定的。只有跳的时候有点烦。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买15啊，反正我有相机，我可以用相机帮你拍。对啊，谢谢大家的会员票，对，谢谢大家的镜头，谢谢大家送诗雅镜头。没有，我们是那个摄影互助会。对，我有在好好使用，我也有好好在帮他使用。跳镜头那个可以关，有我们有研究过一次，然后真的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说。我们有研究过一次，然后我们发现好像就是用 IG， 就是你用 IG 直接拍还是不行。你在外面用一般相机是可以关的，啊、对。但是 IG 它就是会自动帮你就是侦测，对对对对。Hello 小欧， okay. 谢谢品客的水晶薰衣草。那我买15 Pro， 这么突然就决定好了？我已经你知道我思考这个思考多久吗？我从就是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？好像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吗？反正我忘记，就是已经很久了。冲一下，但我都没有办法决定我到底要买哪一台。谢谢小号脚。但我真的觉得不可能买旧的啦。谢谢品客萌新款，除非旧的便宜很多。有便宜很多吗？有吗？没有变便宜的话。可是我不知道啊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我其实不觉得手机有什么差。你说如果是14跟15，就是我觉得每台手机用起来都一样。嗯，我觉得速度上啊，但镜头可能有差。对。镜头，但是那过热的问题呢？不是说15很容易过热吗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，你可能问我妹。哦，好吧。对，因为我现在动不动我手机就差点烧掉。瑞说我已经决定好了要买16 Pro， 这么快哦？对啊，因为我都是双数换，我是12、14、10，我以前用12、哦，因为用两年刚好。对对，用两年我就差不多。我都十一，就是奇数跟偶数真的有拍戏。对啊，我是 10， 我是 10R， 然后12、14，就是。我觉得你一旦开始，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就会变成那个时间点坏。对，还有过热。谢谢阿轩的香槟，谢谢阿轩。15 Pro 没有过热的问题了，我晚上马上下定哦。哎，这边有科技说过热的问题，可能是旧硬体跑新的软体会很容易过热，所以是现在手机才会过热。那我直接换。谢谢阿轩的香槟，哇，阿轩送我很多香槟，1、2、3、4，谢谢阿轩的香槟。Okay, 谢谢阿轩的四香槟，买15 加好。那你赶快去下单呢、啊？他清晰的照片反而不好看，没办法，可是就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要换手机。现在哪台都有过了。谢谢阿轩香槟 Max 香槟6连击。是 Pro 比较重吗？嗯，有重一点点。那你有15 Pro 颜色呢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对我有15 Pro 的壳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15 Pro 的话，我可能买白色吧。其实圆、其实真的买哪个颜色没有差，因为最后你都是方壳，可是会露出那个、啊、那个正方形。对，正方形。嗯。不跑复杂的游戏都不太可能过热。我现在传说算是复杂游戏。传说是啊，我现在怎么样都会一直过热。谢谢 Angel 妈的一封信。我修图也会过热，然后我。修图也会过热，我什么都会过热啊！我是打传说会过热啦，打传说一定会过热，但是我连修图都在过热。修图过热蛮，而且你我知道，那是因为你修很久，你花每次都花很多时间在修。不是吧？好，有可能。对啊。因为我会开很多 app， 你会用很多 app 去操作这样子。嗯。修图算是复杂的游戏。Ray 说香港便宜几百块，你说几百块是几百块港币、啊、还是几百块台币？几百块港币很多、欸。几百块港币很多，但几百块台币是真的就没有必要还好去香港买这样。
谢谢暗示的缘分，是呀，好突然开始玩的。我会开始玩传说，是因为我最我、哦、之后有个工作是跟传说有关系，所以我一定要学会怎么打传说。修照片也过了。谢谢梦想的萌新会员票，所以我就请李彩杰教我。对，他好了，算进步蛮快的。对啊，我只是他常常走位会卡到。我跟他说，你走位是绝对不能卡到，你一卡到你就死了。哎、欸，真的每次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一次就是要逃走，然后我还逃到就是死路。你在野区对不对？对对。就是你就会卡到他那个。我就进去不小心走进那个一个那个 U 型的洞、嗯，然后我就被。那你要用顺吗？怎么顺？顺不了啊。顺出来。那个可以顺，我不知道。我那时候以为我想说我已经死了，然后我就被卡死。就是如果。一般来说就是不太会卡在那边，可是你如果真的不小心卡住，我就不小心卡、啊，你被逼到死路的话呢，你就是顺出去，就是、或是任何你被绑住的时候，你就赶快移。我其实有会用瞬移了，我已经算蛮会用瞬移了。对，你是直接按还是你有调？我没有嘞，我是直接按。那你就请你调方向。难怪我每次按，我想说他都没有顺的很好。对啊，他不会。但是我现在放大招已经会用，我已经开那个遥控了，我已经会瞄准方向开大招。所以你关掉那个辅助了。对对对，就是我现在已经会，就是在我知道我在看地图，我知道那边在打团战，好，然后我就会从就我就先准备好我要放招、嗯，然后我一进去，然后我就往那个全部人围在那边的地方放招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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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现在已经学会、这个。你有一点观念。对，哎、欸，我刚刚有五杀过，哎，请你尊重。你有五杀？我五杀过。应该是电脑。对面，射手五杀哎，传说很容易按错的感觉。你们赶快去香港玩，好啊，我们应该会想进去香港玩。对，我们去香港玩，我是蛮想去香港玩。我要学广东话，雷猴啊，雷猴啊，我们一直都追这句猴塞雷啊。那你们教我，我会一个，你今天好吗？三亚快乐。新年快乐，不是生日快乐。三神快乐，三亚快乐，三神快乐。那是比较老的。生辰快乐。比较老的讲法。生辰快乐。工作里不切换我们博龙虾。幸福里生辰快乐。香港的 iPhone 还是日本的更美。哦，是这样子，就是日本的。几好吗？就是你们大家知道，在日本不适合买手机，因为日本的手机它没有办法关掉拍照声。对对对对对，它规定那个拍照声一定会有声音，这就对我们有一点。对，不方便。而且我是狂按的。对，不是说我们一想要偷一下。哦，好。就是我们好，大家不会放了，因为我要放回去了。对，好，就是不是说我们要偷拍，就是常常在拍照，然后就会有很多声音，我们就会有一点害怕。害羞。而且我真的是，你知道我们拍照都是这样狂按的，对对对，所以就会有很多咔嚓的声音。有人说五杀是被五杀吗、欸？你被五杀？不是，我是五杀别人。哎、欸，梦想说只要用台湾的信卡就会没有拍照声音、哦真的，真的假的？这是信卡的问题哦。只要出境，等等等，这太强了吧、欸，这个科技。等一下，所以我到日本，我换成日本的信卡的话，我会有咔嚓、哦。对，梦想说他用日本的 iPhone 来台湾之后就没有声音了。那你可以去日本买耶。那我去日本买干嘛？比较便宜。对啊，我现在因为日币比较好啊。我想要飞日本。为了买手机，没有啦，就是看有没有、那個但是你，那是如果你在日本境内就会有声音、还是比较好了，还是有点麻烦、以后如果常去日本的话，你就会很困扰，还是比较好。韩寒的项链真的很好看，要不要买？最后一条，最后一条已经没了，他一定会在进货，好不好？我上次跟他们分享最后一条，他们说商人的话术，他们说商人的话术，对啊，不排除，对啊，一定，但没关系啊，你喜欢就好了，对啊，我喜欢。对啊，我们去日本也是狂拍。今日点呀 ，Hello， 淘气男孩阿伟，叫大队长十元代购。对啊，你可以叫我妹代购啊，他一天到晚去日本，方便吗？这么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说，就是如果一进到日本，还是会有咔嚓声。怎么了？那你，请可以念出来吗？不行，哦、不行。哎、我跟你说，我近视很深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我看不太到，太远的呀，好掉，好掉，变成十元的了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你近一点没关系，我近视超深的，我看不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看。Hello， 阿奇 ，Hello， 伟伟。AirPods Pro Type C 版本怎么那么长啊？Type C 版本是什么？日本比台湾还贵。顺便买的话可以。Hello， 阿佑，换成日本信卡会定位，所以才有拍照声音。
离开日本换卡就没有。哎、欸，可是你看，我们入境日本，我们会用 eSIM 吗？就是往现在都用 eSIM， 就是不用换 SIM 卡，可是直接、欸、就是他会给你一个一串密码，你就直接，反正就一串。对对对，现在就是不用换 SIM 卡了。对，可是呢，我们这样还是会有声音啊，因为我们还是用日本的 SIM 卡。Hello， 甲举 ，Hello， 本人。接口的规格之一，所以还有分接口。那用漫游就不会有声音，可是漫游超贵的、欸，漫游我们不行，漫游超贵。对。开漫游太贵，开不了。Hello， 偷了奖，没有，因为我们没办法，我们是无时无刻都要有网路的啊，我们没有办法一下有一下没有，会不安。没错。对，所以还是不适合。eSIM 好像有时候有限制，不可以开热点。哦。eSIM 是它会限流的那个。哈？换 SIM 卡的那个。eSIM 是不用换 SIM 卡，它就是云端 SIM 卡，就是它会给你一组它的号码。好像秋萍还上次用那个。因为我上次是用换 SIM 卡、嗯、然后我好像也不能开热点给他。哦，真的、哦、可能现在很多 SIM 卡都会限流啦。嗯，对，用 WiFi 带原生、嗯、没有，上次去日本我是用 SIM 卡。我其实以前我去日本也都会租 WiFi 机，但是我后来觉得其实 SIM 卡比较方便。当然，因为 WiFi 机就会有一种没有办法大家分开，就比如说我今天要去、嗯想要特别看一个东西，或者我想去上厕所，就是一定要大家，就是全部人都要跟着我一起去上厕所，對對對對，就是没有办法自由活动，我就觉得很困扰。而且我上次去大阪的时候，那个 WiFi 真的是烂到不行、嗯，就是它一直断线，它疯狂断线、嗯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少人在用 WiFi 机。对啊，你看族人说 WiFi 机好老的东西哦。现在大家都用SIM，对，现在都不用换卡，现在都是 eSIM。其实我觉得 eSIM 很方便。WiFi 机是不是比较，就是也没有比较便宜？对，差不多，就算起来不会比较便宜。我觉得 eSIM 有一个方便啊，可是有些人可能要用电脑，他可能就真的要租一台机器、嗯，那不一样。对，我觉得 eSIM 最方便的点就是你可以最后一刻再买就可都可以，因为它大概五分钟之后就会寄来、嗯、寄那些密码给你。可是有时候我们 SIM 卡要买，它不是还要邮寄给你，嗯、就要一点时间、嗯，所以很适合突然出国，或者是就是平常没在准备要出国，然后突然想到哦，我 SIM 卡还没买。我不会是这种人，你很像就是这种人。不是好不好？我没用过 WiFi 机，对 WiFi 机会被捆绑。对啊，就是大家一起不能离开啊，就很、嗯、会有一种阿杂感。是当，比如说有一个人要去那，然后你就没办法，一定要连线网络很差的话会也会当更大，而且会吵架嘛，就是 WiFi 就是我想身上，对对对对，会觉得会吵哪之类的。现在是旅游资讯台，对 WiFi 机可以啊，我可以分享一些旅游资讯给大家。用电脑也是，晚安晚安，我又在，毕竟我也是旅游时间蛮多的。Hello 小林哥 ，Hello 飞翔 ，Hello。突然安静哎、欸，有一个安静的那个突然休息。如果想丢掉迷路的伙伴，谢谢小林哥的红玫瑰。我真的如果被丢掉，我会是死在哎、欸，不可以丢掉伙伴，不可以这样丢掉。因为我完全会失联、啊，我完全。而且 Lisa 姐很大路痴，超级大路痴。救命！哎、欸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玩《恶灵古堡》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打游戏啊？我没有啊，我想看你，我吃到一个头发。谢谢健全的真情告白。我没有不喜欢打游戏啊，可是《恶灵古堡》这种有点抠。是不太会自己吓自己，可以帮我拿吗？我拿到，哎、欸，这是 Miku 的毛哎、欸，你吃到了吗？那我是头发，看到吗？要预购下周边，对啊，记得预购我周边，明天十二点开始。我今天起床十点，哎、欸，对，我今天十一点吧，我今天十点起床，哇，对，差不多十点。你这么认真？但是我大概躺在床上滑手机，滑了半个小时。破完序章还是第一章？哎、欸，他问你《恶灵古堡四》破关了没？我破完第一章了。应该是第一章吧？那你有吓到或什么吗？我没有很吓到啊，但是我弟妹很害怕，他们写、小孩子吗？这样子，小孩子。对，是但是我弟拯救我的迷路、欸，哎，就是他帮你指引道路。对对对，然后因为我就往回跑，他就说这个不是刚刚走过来的路吗？他说哇，你这样输给你弟，我不行哎、欸。我上次来新加坡是用 eSIM， 我用 eSIM。我的三 D 晕怎么办？我就是那就不用抢十二点，预购不限量。哎、欸，这确定是预购不限量吗？很大胆，我没那么。你们去帮我确认一下，是不是预购不限量？你应该买多少组？哎、啊，我觉得这个问的话，一路都是44组。他们两个自己就是有互相游戏也是路痴，没错，游戏也是路的。他就是 always 路痴。QD 导航，下导游，打到四点，对啊。
而且，哎呀，你这样我都不敢喝饮料了。你不要叫那么大声。就是，欸，我要讲什么？嗯 ，Hello， 小虎。我刚刚讲什么？好，要不是一问呢，要就是四、二十四、三十四、四十四。对，我其实自己一个在客厅玩也可以，欸。啊，你不会害怕吗？但我觉得八比较恐怖。那你四还好，你玩完不会觉得说就是哦，譬如说我看很多恐怖东西的话，嗯，我一个人要去洗澡，我就开始害怕。因为我洗澡都会带手机，所以啊，哦，你洗澡怎么带手机？就把手机装进假钱袋里，然后看。你很烦啊！你给我专心洗澡好不好？我没有办法，有一个不是，然后你是怎么样？就是就放在那个架子上，然后就会播影片啊。我通常都在洗澡的时候看阿贝桑或是宝妮的影片。真的假的？你给我专心洗澡可不可以啊？就是因为很无聊啊，就是洗澡会害怕，就是因为太空了。不是啊，所以你就是要赶快洗完，然后。可是我就算带手进去，我还是洗很快啊。只是我可以边洗边看啊。哦，你只是有事情做而已。对对对对，好怪，喔。洗澡很那个，欸。你洗澡真的不会无聊，啊，还是会看？当然会看荧幕啊。哎，欸，二一大叔跟你一样，他说他有装防水手机架，欸，很厉害。哎，欸，林明星也有，你有去过他家吗？没有，你没去过他家？没去过他家。他有就是也是防水手机壳，然后可以。他感觉也是洗澡需要带手机进去的，啊。对，你们很。科技上瘾耶！会听不清楚，开更大声啊！好久没玩二零古堡了。带手机进去放音乐没有？我就是直接会看。谢谢冠旭，枫叶。他贴在浴室墙上，你们在他家中间是气候，你们怎么知道？他应该是直播时候讲，不然也太可怕了吧。洗澡要带手机。你大学就蛮搞笑，哎，欸，我这实力没有发挥，好不好，伟哲？我实力没有发挥，腰间肉很可爱。我这个裙子太高了，才会有腰间肉。明明就拍这么，对啊，为什么会？请问。因为我没有往右滑确认。对啊，欸，我就跟你说，就是，你这个要按掉，你等下，哦，你看，就挡住我的腰间。哎，欸，你怎么那么多？你看，我要再，你看就大露出。不是，我是纹，随时要确认一下。哦，你换一个姿势的时候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刚刚那个其实只是因为就是两节衣服卡住。你看我现在这样就没有，不是你有看到吗？我现在这样就没有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衣服，你们要知道，再瘦的人，再瘦的人这样弯起来都会有皮，对，就是皮，那不是肉，那是皮。对。我也有皮啊，我不敢给大家看。我不敢给大家看。我在你们眼中就是非常纤细。你很瘦啊。谢谢。我觉得你蛮瘦的。对。欸，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有时候蛮照片，就是我觉得我真的现实生活中没有看起来这么瘦，可是我照片拍起来。没有，啊，我觉得你比例很好，就是你的身材比例很好。就是你不要飞上去，不要尾巴翘起来。是你要感谢你的妈妈。我不是这种人。感谢李妈，好不好？我的秘密谁偷装监视器？穿这样好看，谢谢你看。换一个蓝牙在浴室。你看，我把裙子拉高就没有挤出肉了，挤不出肉了。对。哎，欸，你看二一大叔说了一个很中肯，他说真的肉的人不会笑。我觉得有画面，就是一个，就是一个。我觉得很有画面，我好喜欢你这句话。我要帮你按赞，不要啦！谢谢梦想的信任。没有，但是我大腿有变粗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。但你腿本来就很细啊。对，没有，我大腿变粗，就是我的大腿缝块不见。这我在没有吧？有啦，还是有啦。很多肉，你不要对自己这么严苛。不行，我要当美女。欧一系五，晚安。比利很好，腿超美，谢谢。我没有拉腿，是我拍的好。好啦，很会拍，给他一个镜头。他拍的真的不错。对啊。不是用爱在拍，一定是镜头太美了。哎，欸，镜头真的很厉害，镜头真的很厉害。他，嗯，换一个镜头，我整个打爱，质感飞升，爱到不行。我看一直已经讲超级多遍，一直疯狂夸奖他的镜头，镜头真的太。他说你的下镜真的好棒哦。我说超过100分。哎，瑞说你在我面前说腿粗很残忍，哪有？因为我腿比你粗。没有啊，我没有意有所指。我无所谓啊，我不会受伤。瞬间我们在拍什么？我们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常常互拍，没有没有，通常都是我要拍什么，我就会叫雷彩杰说：“哎，欸，我们的。”我怎么变广东话？雷彩杰，我就跟雷彩杰说，我就跟雷彩杰说，雷彩杰，我们明天你讲话不要变这样子。我就会跟李彩姐说，我们你哪天有没有空？我要拍业配这样，嗯。然后通常我都是秉持着一个互拍原则，因为我知道找不到人拍照是很可怜的一件，就是会很无助，所以就是很需要互相拍。然后我每次都会跟他说，那你也可以拍，我也可以帮你拍。结果他几乎每都素颜来，对，没办法帮他拍，不是因为我早上都要去上课，啊，对，
然后他就是素颜，我就很想帮他拍，也没办法，就帮他拍的。对啊，但今天终于有帮他拍到。我也很喜欢帮别人拍照。对，李塔杰算是非常，就是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摄影师。我很喜欢拍好看的照片。就是像我妹就比较偏向就是随便按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他也不管，就譬如说我刘海已经飞起了，他也没在看。你比我还随便，就是我都会。就是我都会按很多角度，然后你就说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我就说哎，都可以，然后立刻就会说你这个角度再来一下，我就会想说这样可以哦，就是因为我平常对我自己的照片要求我觉得很高，然后我就会拍给他，然后他就随便随便可以可以，有拍到就可以，对对对，阿贝桑也很会拍，阿贝桑也是很会拍，很有自己的角度的，我今天发的有一些也是阿贝桑拍的，蛮厉害的，很好看 ，yes。Hello, oh yeah！ 握握手会只有太狠，只要没有糊掉。哎、欸，对你最需要改进的技术就是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糊，但我觉得有可能是按太快、欸，因为我今天有一些按比较快的时候，也是有可能会糊掉。你是不是自己先偷删掉？对，我知道。没有，就是只有几张而已，只有几张而已啦。对 ，OK， 对焦小打，我现在已经有比较认真。哎，但是我觉得其实糊照有时候很好看，对啊、不知道是因为很糊有美感。朦朦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糊照有时候还蛮美的。谢谢阿 K 亚的。有时候我觉得特别想要用一些糊照。对啊，就是氛围，氛围感。氛围感。而且就是你有时候想要刻意拍出糊照还拍不出来，嗯，就是想要糊就糊不出来，美美的糊照。现在流行拍快门开太低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就是有一个可以控制快门，可是我都调 A 了，我都调自动，我是一个小白痴，我就全部都是 A。怎么样？那个转盘可以转，那就调到最快最快。没有，可是那跟那个吃光的，就是跟光有关系。哦，光好的话它就可以快。对，快门是不是就是它、哦、好像是它咔嚓一声的那个，就是。那个速度，嗯，对。谢谢缘的缘分相遇。我都很小声，我都很小声。Hello， 定权。Hello， 枕头。Hello， 哎呦，你不要这么小，已经都很小声了。因为我会不小心听到。你最会拍吗？我没有，我就是蛮认真在拍。谢谢欢迎，热情。光圈圈姐，我现在其实。基本上都调，哎、欸，我现在会调的只有白平衡跟 ISO， 没有，我现在就是 ISO 跟 ISO 跟白平衡。我每次 ISO 还都会忘记怎么。对，他每次问我说 ISO 还是右边还是右边，我想问你转转看不就知道了。嗯、Hello， 天天，我一直举着。对啊，其实也没有那么酸，因为我有就是脚。你有腿。Hello， 静影。其实你们可能会有点晕，可以物理晕。他们晕船了啦！好哟，不要晕船啦！不要晕船啦，大家。我觉得他们受不了了，大家要离开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都要晕了，我晕了，我已经晕了，我要离开你的镜头，我晕了。我有 ，Hello， 送蛋皮肉粥，好晕哦，天啊！我要看他们说什么，我都会知道。你看小杰说我要吐了，你看大家都说要吐了，大家很晕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不要那么晕好不好？不要再晕了，要记得买晕船药。对啊，晕船要买晕船药，不要那么容易晕船。谁在晕船？隔壁台，隔壁台。Hello， 你最后晕一下吗？我不要，我自己会受不了。哎、欸，我自己看，我晕船吗？我自己看了会晕。我帮你们晕船一下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猪仔包就长这样子，就超好吃。我跟你说，没办法帮拿来看。猪、仔包长这样，超好吃。它很像汉堡哎、欸，可是它那个皮很脆。汉堡格。谁啊 ？Hamburger。哦，谢谢。那我们只会为你旋转。这画面好可爱！你说我们两个一起看猪，你说我们两个一起看猪仔包图片的画面吗？这比昨天汉堡还晕。Hello， 吉他手。起来。哎、欸，你上次开直播是什么时候、啊？昨天啊。哦，你最近开那么认真。对，我昨天就是剩两分钟，然后没有。哦，对对对，對你刚好跟我讲这个故事，我忘了。Hello， 小夫。Hello， 艾文。Hello， 金星。汉堡哥。Hamburger。Hamburger， 谢谢梦想的草莓香袋。我明天叫韩寒粉丝请我吃。韩寒粉丝也在香港吗 ？Hello， 韩寒粉丝在香港，欸、香港，香港哦，香港，香港的广东话是香中港，中港。哎、欸，香港广东话，可他们要怎么教我？我刚一直问，但是没有人可以教我。哎、欸，他说王子住在他附近。哎，你们自己好。四月，他叫王子请他吃猪仔包。你们互请。好、啊、好，你们有这么好吗？你们要成为好朋友哦。好、啊，你们要互相帮彼此拍照，跟我们一样。干嘛？他们干嘛互相帮彼此拍照？跟我们一样。香港没有人在香港。香港的广东话怎么说？他说没有人在香港。
王子狗狗香港那个王子狗狗香港他说的王子吗？对啊，王子说他不在香港。没有他香港香港，你香港的 Hello 雷猴啊，我想问你香港的广东话要怎么说。香港你们可以教我一下。香港顾玉贤这边一直露左脸吗？香港的广东话不太好发音耶。香港欸，用日文的话是呼呼那港，念反哎，呼那港，香港香港，对，我妹妹会去香港，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去。对，我因为我看了机票，其实还可以，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。香港，我在想要不要去香港。香港，它是二声。香港。Hello， 詹姆士，却还是说英文。香港人英文是不是很好？香港人英文都蛮好的。Hello。你会访问他哦，这么棒。对，十一月机票很便宜，为什么？我有吓到，我那时候查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价格我还蛮可以接受的，就是大概七千左右，七八千，有点忘了。你好好爱，你好 QQ 啊。你好可爱 ，QQ 也是可爱的意思。好可爱啊！雷猴 QQ 啊，雷猴 QQ 啊，就用 QQ 讲。雷猴 QQ， 什么？谁发明这个？漂亮，冷雷好难哦，冷雷很难。冷雷，十一月是旅游业的大淡季，为什么十一月是旅游业的大淡季啊？为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是不是因为十二月要来了吗？大家都很忙。是不是年末大家都很忙？真假？那我十一月应该要去各种地方啊，就是日本要去一下。直接念日文，因为没有假期哦。雷和 QQ 啊，对耶，但是我不是一个需要连，我的连假是我自己安排啊，因为我们工作对啊对啊。哎、啊，我就是你学生不行啊，你要认真考试、啊。你约我，我也要去香港。我约你啦，你说你要考试啊？你们。然后突然站不住脚了，对，突然站不住脚。我也想去香港玩，感觉香港很多好吃，而且香港很近，就坐飞两个小时好像就到了。对啊，对，没有时差。谢谢阿轩的一封信。Hello， 天怎么念 ？Tian 怎么念？天 ，Hello 天吗？是天吗？天。Hello 小虎 ，Hello 谢谢卡尼的猪猪你哦，我是台湾人，我只是在学广东话。对。雷猴 QQ 啊，雷猴 QQ， 雷猴啊，谢谢走心的红玫瑰。恭喜冷仔，冷仔，冷雷，冷雷跟冷仔，在空中80分钟，可以周末去快闪，什么快闪？就不到2个小时。哎，可是为什么？快闪香港。我查的时候是他香港消费2个小时。来呀。对，香港要坐布条接机吗？是不用啦，因为我是算是私底下去旅游，不是工作的。等到我哪一天如果就是要去香港工作，再请大家盛大的欢迎我。对，哦，要等排队哦。香港好吃是这么多班机料理的，这么忙碌，对，应该是吧。昙花行，很喜欢听韩人讲广东话，多谢多谢。80分钟跟2个小时是120分钟，等于说你滑行滑。等于说你滑行滑了。第一天来看，可以看40分钟，也太花好久。2个小时太小，太一小时10分左右就飞完了，比去台南。因为那是高铁。Oh my god！ 去了啦。你会讲收赔啦？收赔啦是什么？跟他们说收赔啦。闭嘴！啊，白痴！我还用这种温柔的语调，你不要乱叫。收赔啦。怕音啊，他小迪都没有教你这个。没有啊，我都想学一些好听的，我都不会学这些。我学了全部的脏话，其他时间都在等。他们说是要排队要等很久。什么？香港吗？就是香港，是因为要排队要等很久。
但其实实际上只要飞一个小时，那不就飞机餐就他还没上，然后对，然后就到了，就还讲烧培讲，他说要凶一点，烧培呀，他说要凶一点，烧培啦，收他说收皮的意思是滚蛋，这么重的不是闭嘴吗？是，你看你学乱学学，收培啦，不要再一直讲了，等一下你就滚蛋 ，Hello 油红，不会啦，那破街。我昨天才聊过这个，破街就是，你不知道破街吗？跌倒，很常听到，但我之前也以为是跌倒，但是好像我记得小弟后来跟我说，这蛮不好听的。真的？破街？我不知道。有点，骂人的感觉。你先走了，家俊说他要走，对，都可以。他说我有15分钟左右可以吃飞机餐诶，但我基本上我不太吃飞机餐。谢谢小野木不摸吗？你不太吃飞机餐，你不爱吃吗？因为飞机有点晃，我每次都觉得我没办法吃。你会吐是不是？对，我没办法吃飞机餐。哎，我们开一个小时了，好快哦。小迪平常会讲，我会问他。我们要开语言都是从脏话开始。我们看到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。要念榜了吗？要，谁先念？你先。好啊，你说香港航空的很难吃。那我们现在你有消摊摊吗？消摊摊是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几点截止？啊，6分截止。好，好，我还有这种东西。你直接，你都直接念了。我都直接念了，我说好，我要念盘你哦。就是你哦。我看一下今天的榜一是谁，今天很漂亮，我看谁可以得到你的漂亮照。香港航空只有看看，应该没有人可以超越。香港航空是传统航空吧？好快！哎，他说香港航空有菠萝包，哎，恢复菠萝包，哎，是不是想跟我去了？不喜欢，我就不行啊！我要期末，期中考。华航太想去，华航比较贵，我有点做不下去。好，好，哎，你的消摊摊还没？我没有。那我先啊，我先，我没有什么消摊摊。那你前面。哦，你也忙喽。每天都很漂亮。今天过好快，聊天聊好快。第10名是品客，第9名是勇哥，第8名是好好，第7名是花心大萝卜，第6名是健全，第5名是梦想，第4名是吉米周，第3名是家居，第2名是阿豪，第1名是阿轩。阿 Kia 的数位相机。那个阿轩，那个明天再唱歌给你听，今天没办法唱，今天没有播歌的。对，谢荣半联航白气球。哎，他说香港航空是半联航，哎，难怪这么便宜。6分了吗？还没。如果有钱的话，大好一点。其实他们好像只差1-2千块。谢谢花生的告白。阿轩，你有一天的时间可以想你想听什么歌，很棒吧？看看还在吗？看看是不是不知道没有电视看照片。哇，原来还是转转时很久远。是啊，可是谢谢。你只飞一个小时，也不用看什么电视了。谢谢。基本上红红火火版。松。突然就直接冲日榜第一了。哇，他想要这个美照。好。超过、好，你们推荐华航、长荣、国泰，好，来，小王面榜喽。OK， 跑不出来。可以。今天的第10名是好好，谢谢好好。第9名是王记狗狗，谢谢王记狗狗。第6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谢谢啊。我抽到麻筋了，这个戒指抽麻筋好，因为我切。第6名好痛哦。第6名是抓客人，谢谢抓客人，谢谢，是不是很大？很大，还好。第5名是冰车旋，谢谢冰车旋，谢谢。第4名是荣哥，谢谢荣哥。第3名是康妮，谢谢康妮，谢谢。第2名是汉汉，谢谢汉汉，谢谢。第1名是欢迎教室，谢谢欢迎教室。恭喜获得自拍。他说王子狗狗要请他吃猪仔包。我也要。我们也要。请指定 pose。拜拜。好痛。华航、长荣、国泰，其实国泰也差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个点是那个时间，因为我吃到毛了。你又吃到毛了。谢谢小野木的。因为我去的时间比较短，我就想要充分利用时间，我就想要挑那个比较好的。就是可以玩比较多的时间，然后香港航空的时间看起来现在是比较漂亮。那我等一下叫陈夏帮我拍。好，我等一下帮他拍。明天要上课了，加油！林 Jeremy， Hello， Hello， 要拜拜了吗？国泰长荣最高级、啊，你还在聊？好，那我什么东西看一下，要选哪个航空？好啦，明天见大家，拜拜。明天有直播，应该会吧。那你最后再宣传一次。哦，你很会。好，大家明天中午一起床要记得去工程师预购我的毛巾组，应援毛巾组周边，是我啦啦队的第一个周边商品，这个不能错过吧？这个没买到还可以说你是元老吗？不可以吧？
这没有资格说自己是元老了，所以请大家各位元老们星期一要买起来，谢谢。大家要听到吗？听到买起来，谢谢。预购诗雅的周边，对，我还没有周边，你们可以去买诗雅的。Yes， 赞赞。好，好，拜拜拜拜拜。后天吧。哦，你说我不要准时开，有道理耶，我应该要给你们一点买的时间，对，不要12点开。好的，好的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